来，准备。庄宁，三秒钟，还有一秒。换人，换人，换人，换人！你，周瑞，你们仨，换人！他太兴奋了，他没有控制好自己的动作，因为他对我们很重要嘛。张宁，别犯规了，喝点水，有水吗？好，要，还好会儿，来，别犯规了。前方孙兴，前方孙兴，好球，好球，看，我的34，漂亮！哎，好的协防，协防好的啊，就这么协防。JT 请求换人，给了延续。Three。漂亮。JT 请求换人，找到李志杰，超远的三分，怎么可能？孙思瑶，三分的机会 ，three。打得真的很混乱，就所有人都不知道该怎么打球，我们的战术配合都没有，有点怀疑自己，说跟对面差的有那么多吗？就我们如果在落后到20分以外的话，我们基本就崩溃了，会输掉这场比赛。铁牛，你防7号。我自己觉得还可以用铁牛，因为只有一个人，一个球员就是铁牛，所以我觉得还可以用他，可是不能用他太久。叫谁啊？哎！暂停。龙骑士请求暂停。JT请求换人。他们铁牛上了，谁放铁牛？你们敬谁？现在谁还有谁？举手，姓陈上。你们仨绕前，他一般都在这种接球，我看了啊。你是铁牛的，你拿球。走吧，你进吧，走吧，去吧，你进里头去，就逼他让他往里过。他跳投没事，他铁牛不会这个过人啊，这急停跳投他不会，急停跳投用好了，或者说来回顺下用好，他慢啊，就打他这个落点啊，让他上。你们需要团队合作很好，我们需要一直防守。你防七号，让他投也没关系。让他投，彦勋一直贴着你，那就掩护啊，没关系，他们会换，然后你可以，来，过，没关系 ，It's OK。惩罚他们啊！你们要惩罚他们啊！喂，哎，铁牛防谁就把谁叫上来打挡拆啊！杨正。协防，杨正，协防，哎，给了铁牛，好球，漂亮，投了，延续成功抢断，面对朱远超。杨正，转超外线，最后，幺，你再有这种动作，我就判你违纪了，警告一次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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
觉得杨振先换一下。换人，来换人。没关系，没关系。黄玲，小夏，现在赢得多，我让大家都上一下，你俩准备，你俩准备啊。就是我们第一场比赛，咱们之前都开会说大家都要打，大家都要去场上，16人一个都不落下。这对于他们和对于我们都是一种就是信任嘛，互相信任，互相选择。红骑士夏浩然，有彭玲、夏浩然、大松，左侧彭玲突进去，突进去。杜佳荣，耶！如果他们打得很顺，对，他们就先不要一直换。我当然就跟 Jeremy 说，我们可能不能这样一直换，我们先把分数追回来，对吧？先赢，我们要先赢，我们不能跟他们一样。然后这是非常好的建议，然后我听他的话。快点，快点，那个你们先上，你们先上，来，上上上，住名站，住名站，上上上。给到西西，好像没事没事，好像还有3秒钟的进攻时间。西西拉开，西西拉开，西西拉开，没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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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换人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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跟方良超有什么关系？这球，这球跟方良超有什么关系？他去干嘛了？完了，来下一节了。好了，第三节时间到，最终比分，龙骑士74-62领先 JT 12分。不，这球跟你没关系，为什么？他俩换人，我告诉你，挡拆俩人换人以后就不用协防了。他俩都换了，你就防你这人漏一个3分。我跟你说，你继续打，你继续打，因为你们打的太少，你继续打。但是你一定要记住，发挥出你自己的水平，别紧张啊，继续打。是对我来说，内心是比较打击的。自己本来防守就不是很好，身高不是占优的情况下，防守就变得像一个黑洞一样。我一度怀疑自己会不会打篮球，我该不该站上场？加油加油加油！我们有领先优势，我不着急。哎，都换人，除非是对方有大个不换，你顶他，你挡拆，他走你那边就下顺，注意点传球。你说如果走西西那边的话，西西你也可以打挡拆；如果走西西那边的话，背掩护给他，给西西背掩护，刚才画了，然后再给他挡拆，明白吗？好吧，你有机会坚决打，发挥你自己特点。啊，防守防守啊，积极点，来来来，再来加油了，后手挡着，后手，一二三，龙骑士，防守，从防守开始，不要管进攻这些东西，我们一防守的时候，我们就有比较多的机会可以投篮。如果他们每次投进，我们每次从那里接球很难进攻，我们先防守抓篮板，然后快打就会比较有效率。着急，着急， okay？ 慢慢打。对对对对对，加油加油！来。